大家无论如何每场比赛都要感谢大家进场帮我们加油打气哦。你们在这里我相信的不够非常好，比赛完全全合理的一角，不过呢没关系，接下来我相信这礼拜过去就过去了，现在开始从这基础才是我们最重要的目标，希望接下来每场比赛呢一样可以持续的再加油再努力，一样再给我们场上的选手再次更强的努力，谢谢他们。感谢我们公司也在我们一起奋战4个月，感谢公司的辛苦，还是一样，我们在一个来。